台就把电视台就采访的，加入那个是吧？那下雨的时候有点吓人。那连鸳鸯炮，我不怕你的鸳鸯炮，我记得这种。只要你看，我就是睡不着跑了那个男的。都录一些比赛直播啊！你都是被踩的呀！哎，要不踩了？那踩了吗？你是很嫌我，嫌我迷了？你真的？哎呀，别踩了！别笑，别笑！绕来，就是你的。弄那么地方下棋了。
我是去拿了一点东西，这个晚上，你吃冻饼了呗，吃了。兄弟，晚上喝点，一会儿丁丁也来了。丁丁说：“鸡巴跟他老站去了，我说跟你打麻将。”我一会儿来，我说你跟你老站去打麻将，你鸡巴这会儿跑来来的还鸡巴天都喝掉了，你还跟你弄啥子？俺去老站有啥叫好玩了？啊，成天来了，俺一熊还鸡巴出来有劲儿。吓唬他这鸡巴都没个掉那啥熊的，俺熊俺拉可怜，哎鸡巴都那啥。这老张你鸡巴俺熊俺了可厉害，俺鸡巴。你过来这样呢，你这叫你他一吃香就往店一弄，这种吃香不能啊，吃香气那个，这不假气，这不记住了，可假的，可假呀，马要出事，嗯，你把这个气真的可假的，啊，这个打掉，上马了，嗯，打掉不来，打掉直接上马就行，嗯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打掉非常的好，这给你打你只有菜窝是吧？马上人一奔。下步冲这一步，冲明的下步去。嗯，多一套，多一套。那马咱也上不了去了。对头，对头，对头。去吧，去。这去控制局面了，控制不控制住？已经从形式上已经有了，有点控制是吧？冯明也厉害，控制差不多。这去控制差不多呀。俺老乡今儿都快拽，两头的马，我因为快拽，他都不敢那个挪，你倒一下，这螺丝把皮都搁这扯的。你别吃了，俺老乡今儿快拽，你站在这里。对呀，是不是你？他都不敢吃你的那个虾，不挪都下肚。这个药肚都够用了，还要个多那个呢？你们瞧你脸上，这拉肚子。那他抓不着。总是往这边抓的，这个撵不跑了。嗯，呀。你想一点都不行，这太什么狠了？行，真的。啥一家？这娘们儿不对呀！还行了还。
跟你说不能去打呀，你对不对？玩一玩，不是，就是今天还没上呢，要不都想想。大奖你怎么都更无了？你可怎样？你说叫你练练能起步不中啊？你不能，你就练练一步，眼着就开始那个嘛，多好的气！说完就是我妈起不来了。啥气？气干净。都压塌了，压的。这是有点实的。你练练把这一溜肚子烧烧，觉得练练能发气。你别别他那个打破那个平衡了你。上啥下吧？哎，上啥下吧？下没下呗？不中他不下，我再下，我再下，喂，走哪了？听到吧？又来了，就是那个。俺上马把猪马吃的，你过得了跑了，啊？俺这驴出就回去了。啊，走了的，驴走了，驴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我看那驴脸。他那驴走了，他那驴走了，他那驴走了。不走他那啥，我给他收了，收了。咱们是往里打了那个，就是你整个店那打了，就是放盘了，放盘了就收了。那你咋不打个炮？哎？主要这个拼的，你拼了，你先转个包，你这真是腻了，真是腻了。他没有上马，没有那个嘛，他不是单驴包，你不用一个。一个有时他没练的好气啊！
奶奶你你傻吗？嗯，别傻吗？哎呀，真那个蚊香点的真大，蚊子强化了，你看赶着一人咬你，可不是。往这俩是烧一瓶红油精啊，清凉油啊。哎呀，就买点地位，挺上午哎呀，是好多的。可以，对头。干十块也是可以的，这个俺这块还不是得上，这个气得上。那个你等会儿长嘞，等吃的时候就是，这个是到一个。赶紧弄香吧，如果说不想搁这勾着个香，赶紧弄吧。不敢咱很，不敢很在意。他先啤酒，给他啤酒都喝。我啤酒给他收着，我现在三马也没骑，三马是啤酒一来就到。三马穿搭呢？不中，不是穿搭的事。这不基本上了。哎呀，我走错了，我走错了，倒一浆好了啊，先倒一浆的。这个酒走错了，我倒一浆，这个白花浆的厉害的很，知道吧？你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这样厉害。倒一浆才嘛都天下一个。
都一样，都一样是三老家，好办一点。这只有啥事？好吧。等着下单，江苏，等着单，江苏的。我走呀。这都可以，走这鸡巴走的不好了，走的不好了，有点走的都不太好了。我家太阳咋走呢？只有电炮了啊。然后一盖拱着，我不对呀，我都叫他打的，他不敢打，他那个枪被蚂蚁虽然实在是枪不能喝那个多，全部都把这不打，是不是？啊，他鸡巴干嘛搁这边丢俩去，这个啥意思？这是不敢上将。交换了多少钱啊？你抽，他抽你的房，你抽这个房了。我来抽这个房，很厉害。给你抽。那你的房呢？你的四个房。你是三居的。不能是四，你跳脚。不只是不如了。不只是马的。不只是如了。跟他妈还不如。跟他妈还不如。可能把你举三不开，你举嘛不是江。我一下倒一江，这都咋走的？倒一江走啥？上天我倒一江白事了，这鸡巴咋走都是的，这江倒一江。啊，不去了都。